好，来继续确认一下患者，确认一下待救者的状况。我看看状况是否有改变。这是哪里啊？这边。Hello，你可以听得到吗？ 现在马上救你了啊！我现在撑一下啊！这十米，十米，好吗？你问他，他现在要多少米？再问一下，看这边。你现在有被压住吗？没有啊，四肢都可以动啊。是否在局限空间？光照照看他看不看得到？ 小心，小心，有东西，看得到我的光吗？看不到啊！被天花板压住啊！啊！好，安诺。阿姆，在下面。在下面。要被天花板压住。这是先做起来。你可以问他另外一个人在哪里，好不好？要在紧吗？在紧。这是松的。另外一个人在哪边？这是松的。 好，他们那个早上。阿姆在在在在用厨具可以活动吗？里面可以活动啊。里面可以活动哎。里面可以活动。那他下去看看。那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呢？他说本来在旁边，他现在没有看到。本来在旁边。地下室啊。啊？我们有进地下室啊。啊，有东西啊。班长，我在拉他走了啦。他在地下室吗？ 啊，这是骨头，我当用钩我都拖着，你把你看这支骨头，这地一个月，一个月，钓你把钩我拿钩着，我拖着去就断啊。还剩下很多。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你的扁带给我，这个钩我的钩钩钩住下，我一拉它的这个扁带给我。那如果你可以插在那一根大根的也可以，我你要插的我把钩叫什么让钩听到。哦，对啊。这边没有。